谢谢邀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几乎是不用回答的问题。当然，不管是什么舰船，亦或是航空母舰，它们都是需要拐弯掉头的。其实，转弯或者掉头，对于一艘船来说，尤其是军用战斗舰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考核指标。转弯半径愈小，其灵活性就愈高，战斗力相应就强了。而对于大型船舶，如航母这类数万吨甚至十万吨级的大船，它们自身并不直接参与战术行动，其转弯掉头的灵活性要求没有如护卫舰等水面舰船要求那么高，但还是需要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转弯掉头功能的。早期的舰船由于使用的是传统的长机舰轴器推进，转弯是一个大问题，更不能原地转弯掉头。如今随着电力电子与各种电气技术的发展，许多民船也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军辅船已经开始采用更加灵活的新型推进装置，如360度全回转推进装置等类型的吊舱装置。这种先进的装置大大降低了传统推进系统的重量、安装难度、可维护性差以及效率低等缺点，而且还是推进与转向一体化装置，实现了船舶原地掉头打转的功能。另外，对于一些对转向定位要求更高的船舶，人们还在船舶的前后舷侧水面下安装侧推器，以方便船舶自行靠岸、定位、转弯、掉头等。